现场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威廉，要打造我们是一个客场的本场，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力量。就是今天假如客队他们在罚球的时候，我需要你们的一些噪音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？比如发出哦，假如郑文鼎在罚球了，我听到你们的声音，再大声一点，郑破门，好嘞，把你们的尖叫声送给他，留给这个哈维比较合理啊。关键的三分球没进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进的两分，再差两分而已了，而且还有可能发生了失误。想做一个阿里又给到盾，哇！这边被挡住了郑文鼎，所以让杜兰特直接来到禁区啊！哦，即便已经做了换防，阿巴金拦不住，这来不及啊！完全拦不住，完全拦不住！现场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威廉，想要打造我们是一个客场的本场。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力量，就是今天假如客队他们在罚球的时候，我需要你们的一些噪音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？比如发出哦，然后搭配你们的脚步，我们可以一起吗？好，假如郑文鼎在罚球了，我听到你们的声音，再大声一点。OK OK， 谢谢你们。在禁区爆发力无人能挡，五次 NBA 篮板王，两次 NBA 主攻王，三次年度最佳防守球员，孙破门，好嘞！把你们的尖叫声送给他。有请两边的球员，我们到场中一起握手。他都把你毁掉哦。所以我觉得，魔兽不要急，好，慢慢来。丁人的防守，面对阿巴西的切入，杜兰特来了，哇！但是后面跟进，因为杜兰特已经出来了，所以克里斯的补，后面的跟进啊，要上篮得分就是比较轻松。不过现在感觉起来应该是。云豹是不是要打得更有活力一些？感觉有点闷了。是。云豹，我们刚才看在第一节，大多数的进攻球权在威廉斯身上。那威廉斯当然现在下去之后，看起来他并没有办法赶快找到现在的主要的进攻点哦。那当然，我觉得现在比较理想的传球点还是你球给这个哈维比较合理哦。那让他能够在 transition 的过程当中。到禁区去做到一个适当的卡位，然后把比赛的节奏先慢下来，球能够先塞到他手上，让这个中心特工形成防守端的压力之后，云豹再开始做其他进攻的选择会比较好。